自从1992年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传出至今，法轮功红传中国大江南北，传遍世界各地。真善忍的价值观30年来福泽上亿人。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呢，每年在5月13号法轮大法日之际，也都会以各种贺卡或者是剪纸等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恩与庆祝。上海大法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，北京市明白真相的全体市民感恩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，辽宁省大连、河北承德、吉林长春、湖北省孝感市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华诞、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。中国大陆教育界大法弟子及新学员恭祝，中国大陆音乐界大法弟子及新学员恭祝，中国大陆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，云南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，四川省成都市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，天津地区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，吉林省政府办公厅系统大法弟子恭贺，河北省政府系统大法弟子恭贺，辽宁锦州义县医疗卫生行业大法弟子感恩师父慈悲救度，辽宁省林业系统全体大法弟子及明白真相的家人恭祝，吉林省长春市税务系统退休大法弟子恭祝，胜利油田大法弟子恭贺，中国工商银行全体大法弟子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。